法拉利。部分嘅人咧係處於水深火熱，真係就呢句説話，係長年累月咧浸住下半身嘅，俾啲我哋嘅導遊話，佢哋心口喎，日日翻唔係翻工，日日起身。 见见啊，就系我哋地图睇咧，喺上边仲有盟军可以俾佢哋。有冇影到呢度？我穿个窗时好黑喎，有冇影到呢度？我穿个窗时好黑。 古時嚟㗎，喺呢一個嘅溥儀期年代，即係溥儀期奧斯曼帝國古時嘅年代。咁呢度咧合共咧係有80條。咁我想，大家望下呢個橫額，中間有兩條字嘅，左手邊嗰條字R字頭咧。每年咧回教徒為期有一個月，叫做齋戒月。有呢啲煙槍啊，我哋叫。咁啊，佢入邊要加水嘅。 要加水，你燒熱咗之後咧，下邊啲水開始滾咧，啵啵啵咧，咁你存住呢個管啜咧，嗰個你譬如擺蘋果味又蘋果味嗰啲煙咁樣咯，即係其實食煙咯，不過叫食水煙。咁變咗咧，隔過咧俾啲水，嗰啲咩焦油啊、尼古丁嗰啲有冇咁犀利咁解？如果大家咧有興趣飲土耳其咖啡咧，我哋回程轉機喺機場嘅時候，不妨可以買有渣嘅，係有咖啡渣，食得嘅喎，嗰啲咖啡渣係。 小心滑啊！地下。食到咧後邊。 每一個虔誠嘅，即係佢教徒咧，有專登做呢啲事。係啦，洗手、洗眼、漱口鼻呢啲就等同咧，佢哋進入去之前嘅淨身。唔係佢係完全先呢個嘢。佢依家俾，咦？反而有一個反而唔會添喎。好少，啲咁喎。好土耳其 feel 真係。係喎，都話都好有個 feel 喎。哇，咁得意。 呢鋪頭，天啦，有得佢啦。我中意舊式嗰啲建築喎。
出邊嗰度嘅。西方即係西邊啦，西羅馬遜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基督教演變成為出嚟嘅天主教。喺嗰邊方向嚟到呢一度，馬車一出嘅時候咧，佢就用槍將呢一個古格蘭大公喺呢一個範圍咧，我哋已經係人落啊，喺人得三次嘅機會都有咯，借去佢借去決定嗰樣嘢。等你回来就是政府的这个是最高的三种的这个来来这样你说过没有